跟廖老大先道个歉啦，我自己跟廖老大道个歉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啦，这没什么，这吵下去不好看，真的，就像大家说的，我明天再这样子哔哩吧啦哦，大家都说馆长，你我最准的，真的，我就以后就条款条款，哈啦哈啦，哦，算了，好啦，廖老大，没事啦，这个社会就这样嘛，好不好？就也没有什么仇恨啦，反正讲一讲巴拉巴拉的，巴拉巴拉就算了，我也好累哦。因为我觉得越来越，因为我好啦，廖老大不好意思啦，我跟那么多人吵过架，三金啊，以前到现在嘛，吴宗宪啊，什么罗文啊等等这些政治人物啊、哦，还有这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哦，还有这个最近的勾二哦，你是最短时间结束，好不好？那吵架呢？我吵了八年，那你今天第一次跟我吵，所以真的再累积一个经验啦、啊、好不好？八年之后见，八年之后相约紫禁之巅，算了，没关系哦，算了，哎、欸，这没什么，这吵下去不好看，真的，就像大家说的，我明天再这样子哔哩吧啦哦，大家都说馆长，你我最准嘞，真的。我就以后就条款条款，哈啦哈啦，哦，算了，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好吵的啦？反正吃瓜你们吃完了就好了。哦、有人说我跟廖老大串通哦，我看到有人在自己在幻想在脑补啊，馆长跟廖老大串通的啊，两个讲好的啊。你有看过这样串通的、哦？你有看过这样串通的、哦？串通他要脱衣服露葡萄干哦，啊，不用他不用这么生气吧？今天就先跟廖老大先道个歉啦，我自己跟廖老大道个歉，好不好？就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啦，哦，至少甘力也回嘛。那你在社会上也是一位知名人物嘛，哦，所以馆长也有错啦，就是跟你吵架就不对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就当作聊聊天、吵吵架、打斗斗嘴、哦、有趣就好了。对，流量赚好了，流量赚好，你们都给你们讲，流量赚好了，对，流量赚好了，流量赚好了，馆长嘿，啊，赚流量是怎么样？这几天你们衣服也都不买，东西也没有变卖多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参考参考。